大家好，我是 Terry， 欢迎观看 City Pro 系列课程。在这个第一期的课程里面，我将带着大家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用品，拍摄出与众不同的创意作品。这部教学视频一共分为三个部分，在第一个部分里面，我将向大家讲解如何寻找灵感，如何将灵感变成一个画面，并且如何去做准备工作。在第二个部分里面，我将向大家展示拍摄的过程，以及拍摄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技巧和注意事项。在第三个部分里面，就是我们的修图步骤了。修图里面我们会利用光影、色彩以及一些简单有效的合成来完成我们最终的画面，让我们的普通的画面呢变得看起来更有梦幻效果。